进入广告。广告，腾讯视频里 ,QQ, 很抱歉，由于版权限制，您所在的地区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61101-13080-1,42F9063-1558,C65D07A9F8F25317C7970201, 我要反馈播报下一集 0.0 点直播。前卫 ,6, 玛莎里波夫 ,4, 阿利巴耶夫 ,17 哈姆达莫夫 ,68 分钟 ,11, 埃布哈利科夫 ,10 西季科夫 ,84 分钟 ,18 吉亚索夫前锋 ,9, 乌林波耶夫 ,114 分钟 ,16, 那二组拉耶夫文出 ,0 弹幕自适应飞速 0.5x, 1.0x, 1.25x, 5x, 2.0x, 飞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 50%, 75%, 100%, with 00270 put exit,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音量 50%, 视频协议 CDN,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码 61101-13080.1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播放流水 42F9063-1558C65D07A9F8F25317C79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doww.dataovidero.r.pusvz00270.png.htp.news.gtim.com.news.ls05056640480 date 视频亚运男足韩国六趟零擒八厘黄奕柱上演帽子戏法时长约3分16秒腾讯体育8月27日讯2018雅加达亚运会男足项目进入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通过加时赛4-3绝杀乌兹别克斯坦队，成功闯入四强。此役常规时间，黄奕柱完成帽子技法，黄贤秀不慎将阿利巴耶夫的远射碰入自家网窝，乌兹别克斯坦队另外两球由玛莎里波夫与阿利巴耶夫攻入。加时赛中，阿利巴耶夫染红，黄喜灿打入点球绝杀对手，韩国队半决赛对手是越南队对阵叙利亚队一战的胜者。亚运女足前瞻，王双堂进攻大期盼20年后重返决赛，孙兴民贡献2助攻。比赛焦点精彩回放，开局第5分钟韩国队反击，孙兴民带球沿中路推进扛住防守斜传右路，黄奕柱前插接应带球沿右路突入禁区起右脚抽射，门将扑救不及，皮球从球门进角钻入网窝，1-0，韩国队取得梦幻开局，韩国队1-0领先。第17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前场右路策动攻势，韩国队中卫争抢解围不远，哈姆达莫夫沿右路突入禁区，在底线附近倚住防守人将球卸下，随即到三角回敲门前，埋伏在门前的玛莎里波夫迎球起，右脚扫射破网。1-1，乌兹别克斯坦队追平比分，乌兹别克斯坦扳平比分。第22分钟，韩国队主力后腰张嫩搞因伤被李振贤换下，都3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断球策动反击，哈姆达莫夫前场中路接到乌林波耶夫回敲稍作调整其左脚远射，皮球偏门而出。第35分钟，韩国队前场策动攻势，黄奕柱在对方禁区前接到黄然范斜传，黄奕柱随即半转身起右脚大力劲射，门将飞身扑救不及，皮球直挂球门右上角入网，韩国队2-1领先。黄奕柱世界波。第39分钟，韩国队反击，奥塔霍诺夫在本方禁区前扑防孙兴民时犯规，韩国队获得任意球机会，黄元范主罚起右脚攻门，皮球越过人墙插球门横梁飞出底线。第41分钟，黄奕柱接队友长传球带球沿中路突入禁区，
面对门将单刀捅射，门将气门出击封堵将球挡出，皮球拍到黄奕柱脚下，黄奕柱晃过门将后起右脚推射准空门。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卫一步防到门前，图萨诺夫倒地封堵射门将球挡出底线。上半时补时阶段，韩国队再度在对方禁区前获得任意球，孙兴民主罚起右脚射门，皮球越过人墙直奔球门右上角而去，门将飞身侧扑将球扑出。半场结束，韩国队2-1领先。第51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反击，希季科夫在前场偏右侧接的队友斜长传，其随即起右脚吊射球门，宋大根在门前高高跃起将球摘下。第5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前场策动攻势，马沙里波夫左边路停球其左脚传中，包抄到后点的阿利巴耶夫将球卸下，随即面对门将起右脚抽射，宋大根封堵近角却未能将球挡出，皮球从近角钻入网窝。2-2，乌兹别克斯坦队再度追平比分，乌兹别克再度扳平比分。第55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断球策动快速反击，阿利巴耶夫在对方禁区前接到队友直传，阿利巴耶夫转身摆脱防守，随即起左脚远射，皮球击中黄贤秀腿部发生折射，此时宋大根已倒地失去重心，眼睛睁看着皮球从身旁滚入网窝。乌兹别克斯坦队3-2。第71分钟，韩国队切场组织进攻，李胜佑在禁区边缘接到队友横传，李胜佑晃开防守起右脚抽射，皮球稍稍撇出立柱。第75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卫本方半场传球失误，孙兴民将球断下，随即斜传中路，黄奕柱前插接应带球突入禁区，面对门将单刀推射命中，3-3，完成帽子戏法的黄奕柱帮助韩国队追平比分。韩国被反超。第81分钟，孙兴民在前场偏右侧接到金文焕横传，孙兴民随即带球内接晃开防守其左脚大力远射，皮球稍稍偏出力柱飞出底线。90分钟战罢，3-3平。进入加时赛，黄奕柱帽子戏法。第95分钟，科米洛夫前场左路传中，乌林波耶夫前插到门前飞身跃起伸脚强点垫射，皮球稍稍高出横梁。5分钟后，阿利巴耶夫与对手发生冲突染黄，吃到个人词以第二张黄牌，从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此少打一人人。第115分钟，黄奕柱在对方禁区弧接到队友斜传，黄奕柱随即转身起右脚抽射，皮球稍稍偏出球门立柱。第117分钟，韩国队前场策动攻势，黄奕柱挑球过人突入禁区，埃什莫托夫追防黄奕柱时手部有拉拽动作，黄奕柱摔倒在禁区内，主裁判判罚点球，黄喜灿主罚点球一蹴而就，韩国队取得 4-3， 黄奕柱造点，黄喜灿打入制胜球，最终韩国队通过加时赛4-3取胜。双方阵容，韩国队首发阵容 4-2-3-1， 门将以宋范根，后卫4金智也，2黄贤秀，3金文哉、金文焕，后腰14张润稿。22分钟，8李振贤，15李生模，61分钟，17李生佑，前卫11罗香稿，46分钟，9黄喜灿，10黄仁范，7孙兴民，前锋16黄奕柱。乌兹别克斯坦队首发阵容 4-1-4-1， 门将以耶尔加舍夫，后卫4科米洛夫，2埃什莫托夫，二是图萨诺夫，五奥塔霍诺夫，后腰七哈姆罗别科夫。